大家好，我是一凡，今天做的这个是宫保鸡丁，这次是手撕杏鲍菇。我放了辣椒油在上面，拌饭是真的香。我觉得这个杏鲍菇吃起来跟别的那个蘑菇口感不太一样，脆脆的。这个辣椒油是刚做的，拌进去之后有一股辣椒香，特别好吃。再往上面拌一下，这个辣椒比较辣。
我吃米饭比较喜欢带那个汤汁拌上，要不感觉味道不足。不知道是不是冬天了，买这个二荆条都不太辣，在拌饭的时候放的那个干辣椒，感觉辣椒没有什么味道。宫保鸡丁的灵魂就是这些花生，吃着拌里面特别香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